好，接下来我们讨论第二节，操管理目标与立相关的要求。首先来看操管理目标。我们先来看利润最大化与每股收益最大化。首先，我们讨论利润最大化，着重记住它的缺陷。首先，利润最大化没有考虑利润的取得时间，注意关键词“时间”，也就是忽视了货币时间价值。比方说，有 A、B 两家公司。 所有其他方面都相同，只有实现利润的时间不同。A 公司是当年实现一百万元利润，而 B 公司呢，要等两年后才能实现这一百万元利润。那大家觉得哪家公司业绩好？你肯定会说 A 公司业绩好，因为它实现利润时间更早。但你只看利润指标本身，你是判断不出来的，对吧？没有考虑利润的取得时间，其次没有考虑获取的利润。 与所承担的风险之间的关系，注意关键词“风险”。啊，也就是说，利率最大化还忽视了风险因素。比方说，A、B 两家公司所有其他方面都相同，只有一个区别，什么区别呢？A 公司当年的营业收入都获得现金了，都拿到钱了，但 B 公司当年的营业收入大量的停留在应收账款上面，而且预期呢还会有。 不少坏账，那大家马上判断出来，B 公司虽然也获得了不少营业收入，但是他没有真正拿到钱，还可能拿不到钱。那你马上会说，B 公司的风险要比 A 公司大，所以 B 公司的业绩呢也没有 A 公司那么好。但利润这个指标本身它反映不出来，忽视了风险因素。再有，利润作为一个绝对数指标，它没有考虑所获得的利润。 与投入资本额之间的关系，在这里呢，大家树立一个基本观念，我们后边呢会经常用，就是只要说一个指标是绝对数指标，你应该马上意识到它会受到规模的限制。比如利润是一个绝对数指标，多少多少元，对吧？好，那它就会受到投入资本规模的限制。比如说 A、B 两家公司，所有其他方面都相同，什么不同呢？ 投入资本额不同，比如说资产总额不同，比如 A、B 两家公司都是当年实现一百万元利润，而且风险也都一样，但 A 公司资产总额是一千万，B 公司呢资产总额是一个亿，那你马上就知道 A 公司的资产报酬率是百分之十。 B 公司只有百分之一，对吧？好，那你会认为 A 公司的盈利能力要好过 B 公司，对吧？但利润额本身反映不出来。好，那考虑到利润最大化的这三个局限性，注意关键词：忽视时间因素，忽视风险因素，忽视投入资本额的关系。因此呢，也就能够总结出来：如果投入资本相同，利润取得时间相同，相关的风险也相同。 那么，利润最大化呢，也就是可接受的观念了。好，我们再来看每股收益或权益净利率最大化，相当于是利润最大化的翻版。首先，相对于利润最大化来讲，每股收益或者是权益净利率，这个每股的概念跟这个率的概念不难让大家理解，至少在一定程度上，这两个指标呢，就把利润。 和股东的投入资本就联系起来了，也就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利润最大化忽视了利润与投入资本额之间关系的这个局限性。但注意我的措辞，只能说是一定程度上，而不是完全意义上。什么意思呢？我们后边马上会谈到。但是作为利润最大化的翻版，每股收益也好，权益净利率也好，它其实都是根据利润这个指标算来的。 所以，这二者呢也仍然会具有利润最大化那两个局限性，哪两个呢？一个是忽视时间因素，也就是没考虑货币时间价值；再有呢，忽视风险因素，比如说没有考虑每股收益的取得时间，没有考虑每股收益风险。再有，我们才谈到，比如每股收益最大化，它只能说是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 利率最大化没考虑和股东投入资本之间的关系，但并非是完全意义上的。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这个每股的概念，它其实是一个份额的概念，而股东为了获得公司的每股股票所要花费的投入资本，也就是那个每股的市价，它其实差别也可能很大。就所谓的现实中，每股股票的。 投入资本差别呢，也可能是很大的。比如说，A 公司它的每股市价是十块钱，B 公司呢每股市价一百块钱。好，假如说 A、B 两家公司的每股收益都是一块钱，你能认为这两家公司盈利水平是一一样的吗？当然不能，对吧？你会觉得 A 公司的盈利水平其实要高过 B 公司，那因为 同样的每股收益，而 B 公司的每股投入资本要是 A 公司的十倍呢？所以，现实中每股股票投入资本差别如此之大，就会导致不同公司的注意每股收益，它其实也同样欠缺可比性。好，这条需要大家关注一下，这是大纲今年新增的知识。再有，无论是利润最大化，还是每股收益或权益净利最大化，可以讲。 它们最核心的局限性就是我们刚刚强调的这两个关键词：忽视时间因素，忽视风险因素。可以说，货币时间价值观念跟风险观念是操盘当中两个最基础的观念。因此，明确，如果风险相同，每股收益的时间也相同，那么每股税最大化它才是一个可以接受的观念。好，接下来我们讨论股东财富最大化目标，也就是以。 增加股东财富作为操管理目标，明确它是现行操管理的基本目标。这是现行观点。那什么是股东财富呢？很好理解。对于上市公司来讲，所谓股东财富就是该公司发行在外的股票在股票市场上值多少钱，也就是所谓的股东权益的市场价值，并且假设。 公司流通在外的股数一定，那么股东权益的市场价值通常呢是用每股市价来衡量的。好，明确了股东财富之后，我们再来看什么是股东财富的增加额。注意，股东财富增加额通常用股东权益的市场增加值来衡量，而所谓股东权益的市场增加值，这个公式大家要把它记住。 倒不是需要大家用这个公式算出数字，而是需要大家理解这个公式的思想。那什么是股东权益的市场增加值呢？它是股东权益的市场价值减去股东投资资本的差额。那不难理解这个公式思路。所谓股东投资资本，是股东为获得公司的股权投给公司钱，而股东权益市场价值是什么呢？ 就是股东在公司的股权，目前在市场上它值多少钱？那显然，如果股东圈的市场价值比股东的投资资本要高，那也就是股东圈的市场增加值大于零，那它是什么呢？它不就代表了公司为股东创造的价值吗？明确这个观念，如果股东权益的市场价值。 高过股东投资资本，这个差额部分，称之为股东权益的市场增加值，而它显然也就是公司为股东创造价值。那间接的还需要大家明确这么个观念：虽然股东财富是用股东权的市场价值，通常呢就是每股市价来衡量，但我们不能简单的认为股东财富增加就单纯的表现为。 每股市价的上升，你从股东权益的市场增加值这个公式的角度就不难推理。咱后面会谈到，必须在满足股东投资资本不变的条件下，这个股东权益市场价值上升，也就是这个每股市价上升，才跟这个股东权益的市场增加值上升，也就是股东财富增加呢，具有同等意义。那这个观点要明确。 好，还要明确一个观念，就是企业和股东之间的交易，它对股价会产生影响，但注意，并不影响股东财富。再举个例子体会一下，比如说公司给股东派发现金股利，它就会导致公司股价下跌，但同时并不影响股东财富。为什么呢？其实公司给股东派发现金股利。 本质上，当于是把股票市价当中的一部分，从股票市价中拿出来，作为现金股利呢，交到股东手里。那大家马上会意识到，这种做法其实就是什么呢？把股东财富当中的一部分转换个形式而已，对吧？原来相当于鼓励的这部分股东财富是含在股价当中了。好，现在公司把它拿出来，以现金形式呢，交到股东手里。 那当然，发放现金股利等于是把股票市价剥离出来一部分，它会导致股价下降，但影响股东财富吗？不影响，对吧？那更深层次的道理，我们在这里呢先不讨论，我们后边讲鼓励那章的时候呢再去细说。但有一个观念，大家应该不难理解。我们讲股东财富增加是什么呀？是公司为股东创造价值。说的直白一些。 是公司为股东赚到的钱，那大家想，公司可能依靠与股东之间的交易为股东赚到钱吗？不应该吧，这逻辑上讲不通啊。所以明确，企业它不可能依靠和股东之间的交易来为股东创造价值。好，我们再来看股东财富最大化与股价最大化与公司价值最大化之间的关系。 先明确一个基本观念：从实现操管理目标角度来说，在资本市场有效的情况下，所谓资本市场有效，本章最后呢会详细来讨论。在这里呢，先用一下它的基本观念：如果资本市场有效，就意味着股权和债务的市场价值就等于它的内在价值。那既然市场价值等于内在价值，也就意味着公司的股权也好，债务也好。 它都不会被市场错误的定价，它的市场价值是完全公允的。好，那在这种情况下，注意，无论是股价上升也好，还是公司价值增加也好，实质上，记住，都应当是股东财富增加，也就是企业为股东创造价值，而不应该来自于股东投入资本增加，或者是债务的增加。 这句话什么意思啊？通俗来讲，就这么一个原理：股价上升也好，公司价值增加也好，这个上升部分或者增加部分，都应该是公司为股东赚到的钱，它不能是股东投给公司钱，也不能是公司借来的钱。这个观念很通俗吧？就这道理。好，那由此大家明确两个重要观念，以前的考试经常考到的。 第一个观念，其实咱前面已经谈到了，就是在股东投资资本不变的这个前提下，会有股价最大化与增加股东财富呢具有同等意义。咱前面就谈到，啊，对不起，咱前面就谈到，虽然股东财富用股东权益的市场价值来衡量，也就是每股市价，但股东财富增加。 不能简单的认为就表现为股价上涨。如果说股东仓增加跟股价上涨具有同等意义，怎么样呢？必须满足股东投资资本不变这个前提吧。好，说的其实就是这个观念，也就是按照公式，股东权的市场增加值，也就是股东仓增加额，等于股东权的市场价值减去股东投资资本结果。那当然，只有在股东投资资本不变情况下。 股东权益的市场价值上升和股东权益的市场增加值上升才会具有同等意义，对吧？不难理解。那类似的，只有在债务价值不变，同时股东投资资本不变情况下，才会有公司价值最大化与增加股东财富呢具有同等意义。好，我们简单推理一下。 说到公司价值，它应当是债务价值和股东权益价值二者之和。这个公式不难记吧？大家都知道，资产等于负债加所有者权益。好，你会发现这个公司价值的构成架构和那个资产等于负债加所有者权益差不多，对吧？债务价值加股东权益价值。当然，这里的债务价值应该指的是债务的市场价值。同样。 股东权益价值呢，也同样是指股东权益的市场价值。接着，咱做一个公式的小变形，大家记得，股东财富增加额是用股东权益的市场增加值来衡量，而股东权益的市场增加值应当等于股东权益的市场价值减去这个股东投资资本，对吧？好，那反过来，股东投资资本再加上股东权益的市场增加值，就能得到。 股东权益的市场价值了吧？好，做这么一个公式的小变形，由此我们就整理出来，公司价值可以表述为是债务价值加股东投资资本，再加上股东权益市场增加值结果。那接着你就能够理解一个关键了：显然，如果债务价值不变，如果股东投资资本不变，怎么样呢？股东权益市场增加值的上升和公司价值上升。 就具有同等意义了、啊。那也就是说，在债务价值不变、股东投资资本不变情况下，公司价值最大化和增加股东财富具有同等意义。好，我们再来看股东财富最大化的优点。大家不难发现，刚好弥补了我们前面谈到的利润最大化的那几个缺陷。首先，咱先面谈到，股东财富通常呢是用每股市价来衡量，并且。 在股东投资资本不变情况下，股东财富最大跟这个每股价格最大二者呢具有同等意义，所以它以每股价格最大为目标，而这个每股的概念当然就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资本跟获利的关系，弥补了利润最大化的一个缺陷了吧。其次，股东财富会受预期每股收益影响，因而呢反映了每股收益大小。 和取得的时间主，注意考虑了时间因素，又弥补了利润最大化的一个缺陷。再者，股东财富受企业风险大小影响，因此呢，也反映了每股收益的风险。好，弥补了利润最大化的第三个缺陷，就是股东财富最大化呢，考虑的风险因素。其实，我更希望大家从务管里的内在价值观念角度去理解。 为什么股东财富最大化目标，它考虑了时间因素跟风险因素。好，我们提前说一下这个内在价值观念。本章后边呢会给出大家详细的分析。按照操管理的这个内在价值观念，假设市场完善，也就是股票的市场价值和股票的内在价值二者相等，那怎样呢？此时所谓的股东财富。 也就相当于是股权价值，或者全称叫做股权的内在价值，它是什么呢？它是预期未来股权现金流量。按照股东的必要报酬率所折成的现值。而看到关键词“现值”，大家马上想到，这不就是货币时间价值的一种计算吗？换句话讲，现值的概念就意味着考虑了时间因素了。 再有，计算限值是要用到折现率的，而在内在价值评估当中，我们这个折现率应当是什么呢？应当是投资者的必要报酬率。好，相应的，在股权价值评估当中，就是股东的必要报酬率。而大家应该知道，必要报酬率它是风险的函数，对吧？因为理性投资人都是风险厌恶者，对吧？他承担的投资风险越高，他当然会要求。 更高的必要报酬率。好，那由此明确，我们计算内在价值时所用的折现率是风险函数，这不也就意味着股东财富最大化目标，它也考虑了风险因素了吧？好，我们来看一个多选题，下列关于公司操管理目标的说法中，正确有哪些？A. 每股收益最大化目标没有考虑每股收益的风险。正确。 大家知道，每股收益最大化跟利润最大化相比，它只弥补了利润最大化没考虑跟投资本额之间关系的这个局限性，但是它仍然没考虑事件因素跟风险因素。B 公司价值最大化目标没有考虑债权利益，不对吧？错哪儿了？大家记得，公司价值应当等于债权的市场价值和股权的市场价值二者之和嘛？ 所以，以公司价值最大化作为理财目标，它考虑了这个债务的市场价值，进而呢也就考虑了债权利益，对吧？C，利润最大化目标没有考虑利润的取得时间，正确。说到利润最大化，牢记三个局限性，就是三个关键词：忽视时间，忽视风险，忽视跟投入资本之间的关系。D，股价最大化目标。 没有考虑股东投入资本也是正确的。我们下面强调，只有在股东投资资本不变的情况下，才会由股价最大化与增加股东财富呢具有同等意义。而单纯说股价最大，其实呢并没有考虑到股东投资资本这个因素。好，本题答案应当是选项 A、C、D。好，接下来我们讨论利益相关者要求。 首先明确，追求股东财富最大化必须考虑利相关利益。具体来讲，股东权益它是一种剩余权益，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股东的利要求要排在所有其他利相关者的后面，换句话讲，是排在最后一位的，并且呢，它是没有事先约定的，这就所谓的剩余权益的特点。那相应的。 所有其他的相关者的要求，它都得排在股东前面，对吧？先于股东，而且都得是契约化的。什么叫做契约化呀？意思就是有事先约定。那比如说，排在普通股前面的这个优先股股利，它是事先约定的。再往前，政府要收的企业所得税，不也是事先约定吗？有税法呀。再往前。 给债券支付利息、事先约定等等等等，对吧？明确这个观念。好，接下来我们首先讨论经营者的利益要求与协调。那经营者利益要求很简单，三大方面：增加报酬、增加现压时间以及避免风险。那么，经营者为了自身利益而背离股东利益方式两种，一个是道德风险，意思就是经营者不做错事儿，但他也不努力工作。 造的就是逆向选择，那就是经营者为了追求个人目标而背离股东目标。那接下来，防止经营者背离股东目标的制度性措施，记住关键词两个，分别是监督和激励。而大家也清楚，股东对经营者进行监督和激励是要付出代价的，称之为是监督成本和激励成本。而且，股东付出监督成本。 付出激励成本，获得的效果是什么呢？就能够降低经营者偏离股东目标给股东带来的损失。好，由此大家注意到，监督成本、激励成本和经营者偏离股东目标给股东带来损失之间是个此消彼长的关系。那由此大家明确一个重要的基本观念，我们后边不同章节要频繁用到。 就是如果若干项相关成本之间是此消彼长的关系，那最佳的安排就是它们的合计数达到最小值。所以最优的方式在这里就是使监督成本、激励成本和偏离股东目标损失这三者之和达到最小值。好，我们来看多选题。为了防止经营者背离股东目标。 股东可以采取的措施有哪些啊？对经营者实行固定年薪制，注意，固定年薪制意味着经营者干得好、干得坏，他拿的钱一边多，这能起到激励效果吗？不能，这是监督手段吗？也不是，排除掉，对吧？B，对经者股票期权奖励，很明显，这就是一种激励手段，对吧？所谓股票期权奖励，意味什么呢？ 允许经营者按事先约定的固定价格去购买本公司股票，那显然，经营者努力工作使本公司的股价上涨，让股东获得财富增加好处，同时，经营者呢执行他的这个股票期权，对吧？按事先约定的固定价格去买入价格上涨的本公司股票，他不也套利了吗？这不就能够使？ 经营者的利益跟股东利益协调一致的吧？C，聘请注册会计师审计操报告，很明显，这是一种监督手段，对吧？D，要求经营者定期披露信息，这也属于监督手段。本题答案应当是 B、C、D。好，我们再来看债权的利益要求与协调。那么，债权利益要求很好理解，就是到期收回本金，获得约定利息。换句话说， 要求企业呢能够履行债务契约，那接下来股东就有可能为了自身利益，通过经营者呢来伤害债权利益。好，在这里呢先明确股东通过经营者为自身利益而伤害债权利益的这个前提是什么。把这个前提理解了，大家也就容易理解具体的方式是怎样了。什么前提呢？咱前面谈到。 公司是一个法人实体，意味着公司的债务并非股东个人的债务，进而呢，决定了股东对公司债务是承担有限责任的。而大家不难推理，股东对公司债务承担有限责任，这对公司债券来讲，其实构成了一种潜在的伤害。什么意思呢？就是公司对债务呢。 会有违约的可能性，而公司对债务的这种违约可能性，就将导致债券人所得的报酬，它是存在一个固定的上限的，而这个固定上限就是债务合同所约定的利息。好，咱举个例子让大家体会一下，比如说公司找银行借了一百万元的贷款，借款期限呢是一年。 利率呢是百分之十年利率，一年后到期时一次性还本付息。那大家马上想到，一年后贷款到期时，公司应当履行这个借款合同，给银行还多少钱呢？连本带利是一百一十万。好，那假如说一年后贷款到期时，公司对这笔债务呢没构成违约，那公司给银行还多少钱呢？ 不就是本利和一百一十万吗？多一分钱，公司都不可能给银行，对吧？因为合同不是这么约定的。但如果一年之后，甭管因为什么原因，公司对这笔贷款违约了，那说白了就是这个钱我还不上了。比如说，公司只能给银行还九十八万元，咱还别说那十万元的利息，这本金一百万，公司都没法足额给银行去清偿。 那怎么办？别忘了，公司是法人实体，公司欠银行的钱，银行不能找股东要，那银行不就得承担这个损失了吗？好，这就意味着，银行作为债权人，在这笔交易当中，对这个公司要求权，就那个收益要求权，最多是那十万的利息，这是上限。公司不违约，银行能拿到这十万利息；但公司如果对债务违约，银行。 他拿到的就得比那十万要少，那甚至要损失，这就意味着债权所得报酬呢会存在固定的上限。好，由此大家也就不难理解，股东通过经营者为自身利益而伤害债权利益的主要方式是怎样了。首先，不经债权同意，投资于比债权人预期风险更高的新项目，说白了就是拿着借来的钱去冒险，什么效果呀？ 如果高风险项目侥幸成功，超额收益是归股东所有的，债权人没份儿，因为公司在这种情况下当然不会对债务构成违约，他会按照债务契约约定呢，给债权人支付事先约定的这份利息，对吧？债权人拿不到超额收益。但如果高风险项目它失败了，导致公司对债务违约了。 那债权人呢会因此受损吧？那很明显，投资于比债权人预期风险更高的新项目，对债人来讲，它的风险跟收益是不对称的，对吧？债权人不可能分享高风险项目成功的这个超额回报，他有可能要承担他失败所带来损失，这当然是伤害债权利益。再就是不征得债权同意发行新债。 导致公司偿债压力增大，也会导致公司对债务构成违约的可能性同样加大。这也会导致旧债券价值会下降。什么原理呢？咱后会讲。说到操盘当中价值，通常指的就是这个内在价值，什么东西啊？未来现金流量的折现值，而那个折现率是投资者的必要报酬率，必要报酬率是风险的函数。 好，按照这个逻辑，当公司不征得债权同意发行新债的时候，它就加大了公司的偿债风险，也就加大了公司对债务违约的可能性。这不就意味着提高了债权人的投资风险了吗？那当然也就相提高了债权人对公司所要求的必要报酬率。继而，我们对公司旧债券价值进行评估的时候，那个折现率加大了。 那作为现值的旧债券价值当然就下降，伤害债权利益。好，我们再来看保护债权利益的制度性措施两方面。首先就是在债务契约当中加入各种限制性条款，比方说我们将来在长期筹资那章呢会介绍到，银行借款筹资有一个标志性特征，就是银行借款合同当中呢会有这个一般性保护条款。 跟特殊性保护条款，这就相当于是限制性条款。再有，如果债权人发现公司有侵害其债权利益的意图时，拒绝进一合作，比如说不再提供新的贷款，甚至可以强令要求公司立即偿还贷款啊，这也是保护债权利益的制度性措施。好，我们来看一个多选题：公司下列行为当中， 可能损害债权利益的有哪些？先明确基本观念，怎么做就叫做损害债权利益了。咱下面说过，债权利要求什么呀？到期收回本金，获得约定利息，也就是要求公司能够履行债务契约。那反之，如果公司不能履行债务契约了，或者说公司偿债能力下降了。 这不就违背债权利益要求了吗？所以我们就观察 A、B、C、D 这四个选项当中，哪一个会导致公司偿债能力下降，哪一个就可能损害债权利益。好，选项 A，提高股利支付率。咱先提前说，什么叫股利支付率？指的是公司支付的股利占公司净利润的那个百分比。那接着往下推理。 如果公司提高股利支付率，就意味着公司实现的净利润当中有更多的份额将作为股利发到股东手里，更少的份额作为留存收益保留在公司内部。这不就意味着留存收益这项内部股权资本它就变少了吧？继而，股权资本的份额也就会因此减少，相应的，债务比重呢，它可就加大了。而大家知道，债务比重加大，当然会。 削弱公司的偿债能力，进而呢损害债权利益。选项 B，加大为其他企业提供担保，大家知道为其他企业提供担保是会产生或有负债的，对吧？那么加大这个担保就可能会增加这个或有负债，削弱公司的偿债能力，损害债权利益。C，加大高风险投资比例，这更好识别了，不就是我们刚刚谈到的投资于比债权人预期风险更高的新项目吗？ 伤害债权利益，对吧？D 提高资产负债率，很明显就是加大负债比重，削弱公司偿债能力，损害债权利益，对吧？本题答案应当是 A、B、C、D。好，我们再来看其他利相关者的利要求与协调。先明确什么是其他利相关者，是指除股东、债权人和竞者之外的利相关者，比如产品市场的利相关者。 像客户、供应商、所在社区、工会组织等等，再有呢就是公司内部的利相关者，比如经营者和其他员工。好，我们来看股东与其他利相关者的关系及其协调。那这里的其他的相关者分为合同利相关者和非合同利相关者两方面。那么，合同利利相关者包括客户、供应商、员工等等。那显然，合同利利相关者跟企业之间。 是有合同关系的，而合同关系呢，属于一种法律关系，所以合同的相关者，他们跟公司以及跟股东之间的关系会受到合同约束，相应的比这个非合同相关者显然更有保障。再有，既然合同关系属于法律关系，所以说股东跟合同的相关之间样关系呢，是通过立法来调节的。 表现在企业只要遵守合同，就能够基本满足合同利相关的要求。当然，在此基础上还需要有这个道德规范的约束。那么，非合同利相关者包括社区居民以及其他与公司有间接利关系群体，显然没有合同约束，他们享受的法律保护要低于合同利相关者。一般来说呢，会受到公司。 社会责任政策的影响。好，接下来我们讨论第三节操管理的基础概念和基本理论。我们先来看操管理的基础概念。首先是货币时间价值概念。货币时间价值，我们后边有专门章节呢来详细介绍，在这里呢先把基本的概念跟观念呢树立起来。所谓货币时间价值，是指货币经过一定时间的投资。 和再投资之后所增加价值，那由此就不难理解，现在的一块钱经历一定时间的投资跟再投资之后，在未来它就能变成一块多钱甚至更多，由此决定了一个重要的货币时间价值观念啊，相信大家也都耳熟能详了，就是现在的一块钱，它的经济价值要大于将来的一块钱，而按照这个货币时间价值观念。 我们就能引出来货币时间价值观念的两大应用了。第一个应用就是现值概念，什么意思呢？既然现在一块钱比未来一块钱更值钱，也就意味着不同时间上的单位货币具有不同的价值量，由此决定了不同时间的货币价值也就不能够直接加减运算，必须换算到同一时点上。 你才能够加减运算以及进行比较，而这个通义时点，我们通常呢选择的是零时点或者是现在的时点，并且把所有时点上的货币价值都折成相当于零时点上的那个值，就叫什么呢？就叫做现值了。接着我们就会对现值进行运算或比较，进而呢做有关的财务决策。再者。 既然现在的一块钱比将来一块钱有更大的经济价值，也就意味着越早发生的货币跟现金流，它的价值量会越大。由此也就带来了另外一个重要观念，就是不附带利息的货币收支，当然应该是早收晚付。比如说，应收账款应当尽可能早的收回来，而应付账款呢，应当尽可能晚的付出去。那这就体现了货币时间价值的观念。 另外一个基本概念呢，就是风险与报酬。明确，理性的投资者他一定是风险的厌恶者。那什么叫风险厌恶者呢？表现在，在风险相同的情况下，理性投资人会选择收益更高的机会；而在收益相同情况下，理性投资者呢会选择风险更低的投资机会。啊，这就叫做风险厌恶，继而。 风险厌恶也就决定了，当其他一切条件都相同时，人们会倾向于高报酬和低风险，而竞争的结果必然会产生风险与报酬之间的权衡，也就是大家耳熟能详的风险与报酬之间的这种正相关的观念，叫做高收益一定伴随高风险，而低风险呢，只能带来低收益。 我们再来讨论操管理的基本理论。首先，现金流量理论是关于现金、现金流量和自由现金流量的理论，它是操管理最为基础性理论。我们后边不少章节都会用到这个现金流量理论。其次呢，是价值评估理论，是关于内在价值、净增加值和价值评估模型的理论。那在这里呢，我们着重讨论一下内在价值的观念。 什么是内在价值呢？明确，一项资产的内在价值是该项资产所产生的未来现金流量，它的折现值。而将来我们讲货币时间价值计算的时候呢，会谈到计算现值是要有折现率的，而计算内在价值这项限制折现率是什么呢？是投资者对该项资产所要求的。 必要报酬率，而投资者对资产的必要报酬率要取决于等风险投资机会的预期报酬率。换句话说，必要报酬率是风险的函数，风险越大，必要报酬越高。那基本关键是这样：比如说，如果投资者知道他对风险相同的其他资产进行投资能够获得百分之十的预期报酬率，那显然投资者对该项资产进行投资。 所要求的这个必要报酬率，也就是最低可接受报酬率，也是百分之十，就这么观念。好，我举个简单例子，让大家体会一下内在价值观念。这个例子以及这个例子透露出来的观念，大家务必牢牢把握住。我们接下来像什么证券价值评估、像企业价值评估、像投资项目资本预算等等，都会用到这个内在价值观念，很重要。 大家知道，目前各商业银行一年期定期存款年利率都在百分之二左右。当然，目前呢，呃，大多数都是低于百分之二。我们为了好算，咱就取个成百分之二。好，那在这样的前提下，如果我手头有一张一年后到期，到期时能取出来一百零二块钱本利和的这么个某商业银行的定期存单，那大家觉得我手中这张存单？ 它的价值是多少呢？比方说，我如果把这张存单转让给你，你愿意花多少钱来买它？你肯定会说一百块。理由也很简单，既然目前各商业银行一年期的定期存款的年利率都是百分之二左右，所以我们随便找一家商业银行，在该银行当中存入一百块钱本金，怎么样？ 我们就能够获得一张一年后到期、到期能取出一百零二块本利和的这么个善意银行的定期存单了吧？跟取得我手中这张存单，这不一模一样吗？所以大家会认为我手中这张一年后到期能取一百零二块本利和的善意银行定期存单，它就值一百块。而这一百块怎么算出来的呢？大家会说很简单，就是用一年后的本利和一百零二块。 除以一加百分之二的年利率结果，那咱说术语，这种根据本利和倒求本金的计算，在财务管理当中呢，叫做什么呢？叫做折现的计算，而计算出来这个本金就叫做现值。好，接下来我们具体从内在价值观念角度再体会一下我们刚刚说的这个小例子。 首先，这张存单一年后到期时所能带来的本利和一百零二块，就是该存单所产生的未来现金流量。其次，我们知道各商业银行目前一年期定期存款年利率是百分之二，它就相当于本利当中投资者对该存单的必要报酬率。咱先说了。 必要报酬率怎么设定啊？取决于等风险投资的预期报酬率。那在这里当中，这个观念呢就是这样：既然在任何一家商业银行办理一年期的定期存单，都能获得百分之二的报酬率，那这百分之二，不就是与我手中这张存单风险相同的那个投资的预期报酬率了吧？好。 那等风险投资的预期报酬率百分之二，也就决定了投资者对我手中这张一年期的定期存单的必要报酬率呢，也是百分之二。好，接下来我们刚刚算的，现在应当存入的这个本金一百块，它不就是这张存单所产生的未来现金流量，就是一年后那个本利和一百零二块，按投资者的必要报酬率。 就这百分之二的上一银行的定期存款利率，所折成的现值嘛，而按照定义，这个现值就是该存单的内在价值。那么第三方面，操作基本理论呢是风险评估理论，明确风险会导致财务收益的不确定性，而理论上风险与收益是成正比的，就是咱前面谈到的，高收益必然伴随高风险，而低风险只能带来低收益。 第四方面呢是投资组合理论，我们后边呢也是有专门章节来具体介绍。那么，按照投资组合理论，投资组合的收益应当等于组合内各证券收益的加权平均值。注意，说到组合的收益等于组合内各证券收益的加权平均，其实意味什么呢？意味着我们构建组合是没有分散收益的。当然，大家都知道，构建组合。 能够分散风险，对吧？不要把全部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面嘛。好，那怎么叫做投资组合能够分散风险呢？表现在投资组合的风险并不等于，而通常呢是小于组合内各证券风险的加权平均数。好，组合的风险小于组合内各证券风险的加权平均，这就叫做组合分散了风险了。而且组合能够分散的是什么呢？咱后边会细说。 叫做非系统性风险，那个系统性风险属于不可分散风险。造的就是资本结构理论。那么，资本结构理论是关于资本结构与操风险、资本成本以及公司价值之间关系理论。而所谓资本结构，咱前面也简单介绍过，是指公司各种长期资本的构成和比例关系。而大家记得，长期资本。 是指资产负债表等式右边的下半部分，就是非流动负债和股东权益，啊，也就是什么呢？永久性的权益资本跟这个长期的债务资本。